你今天有啲唔同喎。冇啊，有咩唔同啊？冇，你耳仔唔红嘅。你究竟想点啫？冇，我想同你做朋友啫。我点解同你做朋友？睇下我嘅表。点解睇住你表啫？一分钟啦。够钟啦，讲啦。今日几号？16号啦。1960年4月16号下昼3点之前嘅一分钟，你同我喺埋一齐。因为你，我会记得嗰一分钟。由而家开始，我哋就系一分钟嘅朋友。